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粉丝的留言。这里有一条，美丽啊，能帮我找一条手镯吗？我马上就要36岁生日了，好像又过了花季少女的年纪，离端庄典雅又差了那么点。你觉得像我这样的年纪戴什么样的手镯合适呢？一般说像浅粉、白月光之类的手镯，确实是比较适合年轻一点的。但是深色系的飘花色系镯呢，就比较适合端庄高雅的姐妹。3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我想呢，这块蓝水的板就挺合适的。它的皮壳位置是非常薄的，整个玉化是不错的。看这么厚的一块板，它的整个透手度啊都非常的好，没有什么晶体结构。这块板它的过头就是这三个位置了。这个镯位上面呢是飘着一点点盐绿的，剩下的两个是飘着黄翡的。我们都知道哈，翡翠有色，它的价格就是会偏高的。根据姐姐的预算，我们给她选了这个镯位，这整体的种质是非常细腻的，关键是它的一个颜色呀，是由深到浅呈一个渐变色出来的。这个镯位呢就被姐姐选走了，其他的镯位有姐妹喜欢的可以告诉我啊。走，我们现在取货去。低调隐喻的含蓄美感，温柔纯净的浅蓝色，很冰润，没有灰调，是星辰和大海般的浪漫，是风华正茂的姐妹们佩戴之首选。